好興奮啊！3年未嚟過機場啦，終於到我哋去旅行啦！我哋今次嘅目的地係希臘啦，第一次搭卡塔爾航空啊，聽聞係唔錯嘅。睇下個腳位幾鬆動，個耳筒都好靚啊！哇！而家系香港时间凌晨2点啊，我哋嚟到呢个多哈机场嗰度等转机。咁多哈机场咧系中东卡达最有钱嘅国家，我哋又睇下个机场会有几靓。哇！呢架机场嘅咩车啊？呢啲无人驾驶，好靓啊！搭飞机会拣坐边啊？机场。我最出嗰位置，系啊，记得搭飞机咧，唔好顾住坐窗口位，要坐最出啊！如果唔系去厕所好尴尬。但系头先咧坐我哋入边个女仔好劲啊，嗬！佢好饮得，饮咗几支啊！但系9个钟头咧，一次厕所都冇去过。应该去咗厕所。成个森林搬咗入嚟机场啊！我哋第一间嘅住宿咧就系 Airbnb 啊，哦，都几骨子，佢系个 lift 细啲咯，两个人要分两次啊，睇埋间房先。窗外嘅风景咧系咁嘅。我哋住嘅附近好热闹啊！今日就随便喺市中心嗰度行嚟行去。我哋终于拣咗第一间嘅餐厅啦，希腊第一餐。好肚饿啊！感受下呢度啲价钱先。一条鱼19.9啊，对8.12，即系100多元，都正常喎、啲价钱。哇、啊！超级多嘢食啊，都系100多-200元一样煮食咁咯。好似啲酸肉嘅，有啲青瓜丝，都 OK 啊，都几醒胃啊。网上睇咧，嚟到希腊一定要试佢嘅鱿鱼啊，好名贵啊！呢两条鱿鱼烧完之后咧。好香口啊！好似食紧好大条嘅鱿鱼丝啊！好似熏过嚟，感觉几好，腌过嚟嘅，有少少辣辣地嘅，偏咸少少。但系咧咁大条嘅八爪鱼用刀叉切咧系几过瘾，几好食噶。哇！炸脆肉瓜代替薯条呢、這个配搭都唔错。好多冇料。呢度好出名卡巴，呢、這个应该系辣。番茄汁加魚露同埋牛肉嘅卡巴，番茄汁唔係話好辣，啲肉咧整到好腍好腍噶，一切就斷噶啦，似嗰啲肉丸長條嘅肉丸。我哋到步嘅第一日咧，咁啱係星期日啦，所以咧希臘呢度勁多人啦。行第一个市集啊，系位于市中心宪法广场嘅圣诞市集。呢度咧已经系希腊最旺嘅市中心啊！希臘嘅商場，你睇你咁火嘅，咁樣。
呢一座唔知咩 soldier 嘅殿，系几咁日久失修。嗰啲牆身咧已經修修補補過好多次啦。The next day， 我哋好早就起咗身啦，因為未適應當地嘅時間啦，凌晨四點幾就起咗身。即是相等于香港十点几啦，现在就差不多九点钟就出去试下觅食。来了一两日啦，感觉暂时都好好啊。希猎人呢好有礼貌啦，好 nice 啊，成日笑的，就像朋友讲的一样，是好简单淳朴的民族。这杯是加了杏仁奶泡的 cappuccino 啊，咁冻嘅天气咧，饮杯热咖啡正啊！我哋嗌咗个火鸡芝士 toast， 同埋呢个杂锦嘅三文治配薯片，几好啊！食完早餐之后，我哋要去惠城进发。近住惠城呢边靓好多啊！琴日喺市中心咧，我本身对呢个地方有少少失望噶，因为好似四围都好旧啦，啲街又好残旧咁。但系咧，今日都系旅程嘅第二日啫，唔应该咁快下定论嘅。哇，好开心啊！我哋而家去惠城啦。呢度啲屋咧，欧洲啲啊个感觉，好靓啊！希猎咧好多猫噶，哦，上面又有，四围都系猫啊！好似有睇过佢哋添，介绍过呢度个猫。系啊，同埋希猎雅典咧，四围都会见到呢啲橙树噶。买飞先，冬天咧嘅雅典围城开放时间系朝头早八点钟至到晏昼五点，个门票会平一半噶。门票咧就10欧罗一张。冬天嚟雅典咧都几舒服噶，今日嘅温度系14度啊。反而我覺得係望遠標靚啲喎。最好都係著行山鞋啊，因為啲路唔係咁平整噶。希猎咧有个不明文规定咧，就系所有嘅楼咧都唔可以高过雅典围城嘅。记得咧，因为呢度全部都系古迹嚟噶，所以就唔可以用手摸啊。
呢度系400几 BC 啊，即系公元前啊。耶稣出世前。耶稣出世前400几年起噶啦，即系而家几千年历史啊。啲猫全部肥嘟嘟噶，啊，好肥啊！